怎么样？卡特不愧是卡特吧？这机子放在这儿绝对是，场地一霸。旁边的小松270，跟其他的垃圾瞬间就变成了类似于小垃圾一样了。这台卡特349呢，是卡特2020年改款的新款卡特。这台车呢，自重是48吨2，应该是车高应该是3.38米，运输高度。等容是2.7米的等容。全车呢是这种双排的，很经典的这种矿山履带。侧面双爬梯，然后咱们上上面去看一下。刚才他过来，提前看了一下。卡特的349呢，也是采用这种双旋转的这种方式。优点已经说了好多次了。然后分配机。因为现在盖子在锁着，咱们稍等一会儿，专门拍一下发动机。哎，它已经上来了，咱们一起看一看卡特的发动机。这台发动机呢，应该是卡特电喷的 C13 发动机，它的功率是303的，应该是。看一看这发动机有多大。303，12.5升的排量。看一下排气筒吧，怎么样？电子够不够给力？排气筒。油耗保证的不超38升每小时。这个好东西啊，就要看细节，包括这个上面一把锁，这种设计很有这种。一颗螺丝跟一颗螺丝钉都有卡带漏洞。这种细节绝对是其他厂家做不到的。这都有多大？